哎呀，再度跟所支持这些好朋友们，再度欢迎我们的守护天使，再度来给欢呼声，欢迎文英，欢迎廖颖。大家好，我是文英。是，哎呀，今天走到台北场，是没有错。一前是去了嘉义，对，然后去年也有就是参加了，是，所以呢，一路以来，真的要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一年最棒的守护天使，很有意义哈。当然，每年都很期待哦。差不多，暑假要到了，那差不多快乐一下同乐会，对，应该开始了。那干脆这样，我们请一店刚好处长也在现场，我们主管在现场，干脆四季都来办，好不好？真的。一店一春，一店一夏，一店一秋，一店一冬。我觉得真的可以在暑假的时候，不只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，出去玩啦，因为到处现在都有什么旅游特惠，没有错哦。我自己也去了同万节。哇！但是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，在你暑假的时候留下一些什么回忆？没有。没错，你刚刚提到特惠，你知道我手上这一本，超级的特惠，超级特惠，真的耶，20块钱可以换500块钱，真的，哪有人家这么猛的？而且都要翻开，我觉得就好，是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有一个活动要请这个文英的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是吧？好，就是呢，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一店 password， 是没有错，就是护照，对，一店护照，那就是你在2011年8月20日到10月14号，你只要到所有的一店守护商店或者是指定的门市， yeah. 就是捐款零钱捐20元以上，就可以拿到这一本，意思就是对，或者是你那个收银机。没有错，就是到美联社的全省的门市柜台，对，透过这个收银机捐款20块钱，也是就可以。对，因为我们上次也做了一个电子零钱捐嘛，对，所以这也可以做得到，对，所以可以获得一店公益护照，这个希望大家把握机会了。零钱捐其实很方便嘛，对呀，因为你去买东西一定会，就是可能你拿纸钞出来，店员可能会找你钱嘛，是，那你就可以就是20块以上就可以拿到500元的优惠。没有错，我们刚还有这个。刚店家特别用一个小巧思，他故意把店家变成什么37、38、39，留下的就是要给一点的零钱券，非常的贴心哈，也请大家支持了。好，既然这个零钱券这个事情让大家能够清楚哈，一店特别的护照就是现在目前唯一手上所拿这个护照，请大家如果有兴趣朋友，现场应该也可以做零钱券，待会也可以来做这部分哈。是，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多多可以支持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对，还有就是康拜，你看，没有错哦。都是有特惠的，是啊，大家一定要支持，透过你零钱捐的方式，然后一方面你可以做爱心，没有错，一方面你又可以自己拿到很好的优惠。